就行，一个就行，你拿个杯子呀。这不是我怕你们不满意吗？我这拿三个，一共就剩仨了，你们挑一个吧，是吧？要哪一个？随便随便拿一个就行，一个就行。啊，随便一个是吧？我不知道是不是，我不知道。然后这个肥猪。然后呢？你拿个杯子呀。用个杯子吃啊？不是直接塞里边啊？别直接，你不要直接塞，这塞那带壳。就是生啊，打开以后生鸡蛋吃是吧？嗯，刚才我问过了，他们说可以吃，大补，没有毒。还解酒啊？是吗？还解酒？还解酒是吧？好嘞。话说你今天晚上喝了多少呀？没喝多少，我打里边了啊，看着了吧？看着了吧？啊，好了啊。就把它吃掉是吧？这个逗你玩还直接打嘴里，你真的是真的要吃吗？好，不，我先问问你，之前这么吃过吗？是头一次，我愿意把第一次送给豆豆军团啊。啊，不是，看你直接这么喝还是。直接这么喝还是要配点什么呀？啊，你直接这么喝好喝吗？我没喝过，我没喝过，问问他们，他家里没有酒了。啊，啤酒没有，什么酒都没有了，只剩下水了啊，只有水了。直接这么喝就行。就这样是吧？直接好了啊，直接张开嘴，直接全都倒进去，然后再咽，不要嚼啊。啊，不要嚼是吧？好了、啊、我只知道这个东西止咳。小时候咳嗽的时候吃我吃过这样吃过生鸡蛋，长大了就没有这么吃过了。我要开始了啊，要开始了啊。好。不要看，看我。Hello。啊，嗨。好。啊，再给你们看一眼啊，再给你们看一眼啊，这是个鸡蛋啊，此时此刻，可姐，你们给我走个曲儿吗？啊，走个曲儿。不，我们要听声音。啊，好了啊，听声音是吧？好了啊，再看一眼啊，好了。直接咽。我的天，这。都给你溜到头了，要你喝点水冲一冲，先给人小叔叔先上吧，你都给忘了，给人先上吧，你真的是，哎呦我的天，你今天晚上可能会寂寞难耐，就是吃完这个生鸡蛋之后啊、哦，你今晚上要是就是睡不着难受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开直播啊，千万别出去就是鬼混啊。里面哪一个是最狠的呀？我觉得都差不多。做鸡蛋那太糟蹋东西了，还不如吃了呢，吃了还有营养。没有，从来没做过什么拔毛，你是没看过我直播吧？在这捣什么乱？做水盆，输了做水盆，直接做那个是最深的吗？那个是最严重的吗？是咱们所有的惩罚里边最严重的吗？吃。你家有那个吗？有，你家有什么？有那个吗？这个？有。有啊？有吗？有。那我们俩就谁输了谁把这个含到嘴里吧。是拆开还是不拆开啊？当然是拆开了。那咱们就开撕吧。呀，我感觉我要掉坑了。哎，这叫什么盘？宝宝，我觉得你们应该那个
应该支持我，应该支持我，真的开心开心。这一轮该你开先开始了吧？该你先来了吧？好，随意。我觉得兄弟们，这应该就是你们都知道，经常看我直播的应该都知道，这个时候啥怎么刷比较有意思。大家认识的，哎，等你先把你现在先把你的那个 TT 拿过来。然后证明一下你有，别到时候没有了。啊！你怎么叛变了，我梦？感谢我金小哥。对了，梦，我告诉你。什么牌子的呀？哇啦哇啦的菜，是还不是？怎么那么像方便面调料啊？哎呀，越看越像方便面调料。不是，你还比不比啊？你这过去马上一百秒了啊！输了之后，将这个东西含在嘴里哦，含在嘴里说几句话就行了，我不就不惩罚你，含在嘴里喊麦了。这个是就是把它拆开是吧？需要拆开对不对？啊，兄弟们啊，兄弟们，我这么说啊，也感谢刚才我那几位爹爹给我送刷的礼物啊，感谢感谢啊，就是拆开以后是吧？嗯嗯。需要把它展开吗？展开不会避雷吧？不用展开啊，你就拆开放在嘴里就行了。啊，那我可以当着视频拆吗？不可以吧？应该。随便。那可不是你随便，避雷是我，避雷又不是你。那你还问？我的天，你喝了多少酒啊？好啊，啊，我这么给你们看一下吧啊。都冒光了，是吧是吧？好啊，玩得起玩得起啊啊，这样吧啊，兄弟们啊。我喊的时候呢，咱们公平啊，呲牙的表情走一遍，好不好啊？你管他恶心不恶心，又不是你吃，对不对啊？你管他恶心不恶心，又不是你吃。来，兄弟们啊，呲牙的表情走一遍，来啊，呲牙表情，来，呲牙表情，刷起来，来。啊，我的油啊，他手上，他手上好多油，你这是用不用？就是你是用不用第一个是用不用吹啊？不用，吹你不会觉得恶心吗？不用，太多油了吧。没事，你要是敢吹，我就帮你，我就吹呀、啊。不用，真不用。没有，你快拿出来吧。难受吗？恶心吗？不恶心啊？什么味儿啊？味道就是酸酸甜甜，就好像吃了一个，不是，就好像吃了一个油炸大虾一样。啊，就是有点油，而且有点辣。然后呢，肉还很多，特别的柔软啊，然后啊，就是挺不错啊。